据说有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据说会有好运连连、坏运驱散哦。希望有人玩，但是只能单人游玩。你的网恋对象是一个恐怖期待。我在看东西耶，你，原来它叫一个恐怖期待哦。好，那简单来讲就是逃离恐怖期待。你的网恋对象是一个恐怖期待。哎，那怎么会有六色图？现在要逃脱它。是老六图吧？哦，多人游玩是396哦，天哪，你真牛逼啊！你还亏人想出来。你的按加速，你按，然后。睡觉吧，然后快点，快，哎，这个是怎样？不知道。啊！哦，他会跟着跳哦，要干嘛？喂，要干嘛？为什么会有弹床啊？哎呦！我本来以为要躲风声，直接想到你底下有个弹床。啊！不要！我看这是恐怖老六吧？一个追杀手就算了，你还要整个老六。OK，前面没有坑了吧？前面没有啊！哎呀，怎么会有三个风圈啊？不会有坑吧？不要！已经。差不多得了，应该不会有坑了吧？应该不会有坑吧？没有坑了吧？这是，哎，应该差不多是终点了吧？反正你追那么慢，哎，追不到我啦。然后呢，我要干嘛？开门吗？开门也就这样，长这样而已啊。好，我们成功逃脱了，所以啦，快开门吧！哎，你逃脱了，但是你真的逃脱了他吗？坐上车子往前。啊！哦耶！没了吧？不会有坑了吧？不要后面突然一个白色，然后变成黑色，哎，不要吓死人呢！拜托不要哦，别搞这种戏耶！再见，怎么再见？好可怕、欸！你知道这边后面搞突然会有一个下脸会凸出来，就很害怕吗？我玩恐怖图已经玩很多次了，没了吧？不有可能吧？嗯，哦耶！你离开了他，他可能放弃你了。也可能是在偷偷看着你。